录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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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录我票都已经买好了哈，你们不用限制我 P2P 的平台和你们没关系，不和你们没关系啊，和你们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不行，不可以啊，车绝对不会下，大家都在吧，大家都在吧，大家都在啊，大家为我作证，啊，为我作证啊，为我作证，我是 P2P 的受害人，他们警察经侦的，现在要把我强制遣送回吉林省白城市。我从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来的，我就要去北京，我要去上访，但是我已经给你们承诺了，我不刷身份证，你们还要把我遣送回去？你真的，咱们说理吗？回去好好唠。说理吗？特别是这个哥们儿，您是乘警对吧？对对对。啊，但是你的态度很不好，你在什么前提下你能查我身份证？我有犯罪的嫌疑，你才能查我身份证。但是我给你了吧？啊，我任何情况。但是我给你了吧？我直升这趟列车，我可以对任何位一个位。那你凭什么让我下车呢？我没让你下车。那你刚才干嘛了？拽着我不让我走。我
车票是不是到站了？对呀、啊，我可以补票直接到北京吧？啊，我可以补票到北京啊，对不对？谁说我买了这一站，我就必须在这一站下了？有啥那个什么冲突？谁讲了？没人讲。都没啥冲突，都不有，对不对？我不跟你吵这个啊，我也不用跟你吵，把你的警官证就可以了。别这小伙子，不容易，都不容易。上来，这。啊！你们警察都能跑到家里来，特警都能跑到家里来，你是来拿啥的？你讲吧。你是来了解情况的，还是来干啥的？你们？你不要，这边也是全程录音上，不要那啥啊。他全程你们去，我知道你们全程录。你这俩来，你前几天来不都录了吗？我们犯法了是不是嘛？都啥都放火了。这六爷，我今天我来两次了。别激动，你看看你就从昨天到今天，你们都哪？一来一趟，一来一趟，来搞一趟，哪一趟没配合你？你可能够把我们抓起来。你看你。你要不然你把我们抓起来吧。你冷静会儿吧，小孩儿几个月，你吓小孩儿了。我车票都买好了，谁也阻止不了去。你要不然你把我们钱拿回来。辛辛苦苦这么多年，你先稀罕去，你们都给知道，给能理解？你理解一下我们受害者的心情给管。你得等政府来正面。等政府，如果政府能解决，好了那没能解决，我们还能去上北京吗？我给他闲着，我想到北京去吗？就你上北京啊，肯定解决不了。解决不了问题，我提上我心里踏实了。我们相信政府，相信党，相信国家，我们再去北京来。你来一趟，来一趟，你警察都来了家里，那特警都来家里来。我刚才给你家里这些领导人给你也谈了，给你老公也谈了。我想现在这事，现在这个政府对你这事重视了，现在公安机关正在给你办理，正在想方设法的，早给你早点给你处理好办好。你这个事我啥话都给你讲透了，你这还下楼下子吧，放好处理，没去，上下面讲，不要给家里讲了。你我给你两口子在北京都看了，你哪都不要去。你明天都表态，将来哪都不去。你现在你这又哪，你还要买车票，又要车票也不能现在买，车票五六天你还能买留下吧？对，留下呗。别退了，你到底是谁给你们下达的命令？给你下达的命令不让我们去？上级还是上级？是省级还是国家级？到底是哪一级别的？干回事还送上政法委讲的。事情传唤我，是不是可以告诉我的？领导说的。嗯，领导说的是什么事情？涉及到有关问题。什么问题？需要你到派出所去。这个受害人并不是上法，他是很多人的家里的嗯，好的。什么事情？领导说的是需要。是跟上访有关的吗？具体的是领导就会问你。不去不去，什么领导？哪个地方的？你先报一下。去了就知道了。警证先给我看一下。我的警证啊。嗯，对，你先出示一下你的警证。我的警证。好的。然后，有关什么事情？有关事情什么事情？有关这个。嗯。跟你刚才跟你说过了。什么事情？有关这个需要你配合的工作。什么工作？因为你现在叫我今天刚才跟你写的，让你刚才跟我说的是上访的事情、啊、要我写保证书不去上访、啊、是跟这个有关吗？是跟这个有关吗？是不是这个？你先回答我，我要知道我要为了什么事情跟你们走。领导说传唤你。 因为什么事情传唤？领导说了，我具体不清楚。不清楚啊，刚才是说是上访的事情，我现在想问一下，跟刚才的上访的事情有没有关系？我告诉你，我现在是执行任务。好的，我知道你执行任务，我也会配合你的。我就想问一下，是不是跟刚才的上访的事情有关系？刚才等你，配合他。刚才等你换衣服，你衣服也没换，我要等。我没有说要换衣服啊。你刚才不是说换衣服？我上个厕所呀。我说等我一下，稍等一下。等你刚才说换衣服，我说录音的，你不要这是。啊，你把录音调出来，没关系的。可以，我派出所可以调。嗯，我不可以当场对质。没关系的，我就说稍等一下，等一下我们还可以。稍等一下，换件让我换件衣服。我没说换衣服。我在外面等了多长时间？你跟我说说看。我现在就是想问一下，因为什么事情我要去？因为什么事情？领导跟我说的，你把他。领导跟你说的什么事情啊？领导跟我说，你把他带到派出所来。嗯。好吧，因为不配合工作，你把他带到派出所。因为我不配合你们的什么工作？我现在很配合的，你们想要我做什么工作，请说清楚。刚才跟你讲过的。刚才跟我讲过，忘记了，请说一下什么事情。第一。嗯。领导跟你说要做笔录。
要做什么的笔录，笔录我已经写了，做过对，笔录我已经做过了。还有第二、第三、第五，什么保证书？我可以现在写什么保证书？保证你不去撞房。什么时候？什么时候不去？最近什么时候？最近三天，我最起码三天里头。最近三天要我保证不去哪里上房？不去那不去越级上房。不去越级上房是什么意思？啊，也就是说我一级一级的上房是可以的。不去异地上访啊，好吧，异地指的是哪里？异地，异地除了上海，就其他都是异地。意思就是说，让我什么叫异地？不能去外地上访，是吧？文化水平的人，嗯，对吧？所以你要求我是吧？什么是？我叶翠地方，就是你浦新路派出所014125号、嗯、警察，嗯，叫陆新德，嗯，要求我写保证书，不去外地。括号可能是北京上访，对，是吧？对，一定要写这个保证书，否则你要带拘留我。不是拘留你，你到时候到外派出所去。好的。把这个事情做做工作，把工作做清楚了再说。好的。好吧。好的。可以。刚才那个强调侬刚刚苦在，我没犯罪对吧？我是陪侬。侬老乐意。我是陪侬侬。侬现在开好吧？侬讲。开好了吧？侬讲。2018年。啊。8月5号13:35，在虹桥枢纽站门口，我属于非法的吗？涉嫌非法上访到北京去，我是现在配合你到邮政所进行调查。你叫强制我？强制传唤？强制我？我犯什么法？非法上访？我什么时候非法上访过？去了调查了以后再说。我什么时候告诉你我是？请你跟我派出所。我可以跟你去，但是我没有非法。你这个是扣多少？我哪地方涉嫌？我现在去旅游兜一圈玩一下，我任何事情都没做，我怎么叫非法？那么你现在我跟你这个非法这个涉嫌，我怎么非法？我哪去上访？我怎么去上访？你这个是口头上你帽子扣在我头上，我没有上访，我没有非法，怎么叫非法上访？你讲好了吧？我讲好了，我属于是我疑问。强制代理。好，你强制我，可以吧？好 ，OK。你不要强制我，我。你就说呀，你说呀。配合我们的工作。我没有违法。没有违法，你要接受我们检查，接受我们检查。肯定的。把我血汗钱给我们呀！给我们呀！什么血汗钱呢？你们政府管什么事儿啊？我报案多少天了？你们管没管？走不了了。管没管？哎，管没管你们？你不要动我。有你们这么无赖的吗？来来来，啊，大爷，把他带下去。有你们这么。